人家饭不会到你吃，人家饭我。哎，小心车来，摄影师。摄影师是主吧？然后那开幕茶会喽，好，没有车子。好嘞，这边，杰哥，人那么多美女，你一直撞我们干嘛？去找美女来看看。啊，你在哪里？要给粉丝一些福利，男粉的福利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走，好走，先照一下。对，美女。小川，别再晃了，进入主题。你好，我是 A 零到四美商这边的咨询师。那今天很高兴可以为您做我们美商的一个导览跟介绍。那我们美商呢，就是为了满足广大客户的不同需求，设定在我们的热闹的红甲商圈，打造了全台第一间的时尚整形诊所。红甲商圈第一间。对，全台第一间。对，结合了我们抗衰老、医美以及美食，还有我们的美甲跟美睫的部分呢。每家的一个贵宾呢，都可以从头到脚变成冻龄的男神跟女神。男生也可以去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等一下我们来参观一下冻龄的秘密是什么？冻龄的秘密就在楼上吗？对，冻龄的秘密就在楼上，有我们的大咖医师来问你们，就是怎量身打造的一个冻龄这样子。必须冻，你太问几岁？猜你几岁吗？你看起来很年轻哎。几岁？22岁。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要26岁。如果待会上去下来变18岁，就是冻龄的秘密了。可以冻龄的秘密哦。听说这个椅子是非常厉害，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。小姐姐，我们这样。可以。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符合人体工学是怎么样的。真的可以躺吗？真的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小心哦。好，那我就躺好了。好，对，会不小心睡着哦。真的会不小心睡着。对。我们就是贵宾在植牙过程当中的真的很舒服。对，我已经失眠好几天了。真的，好，那这边可以就是那你好，那我们就3个小时后再谢谢。这里的话是属于我们的医美部门，像是一些微整啊或者是护肤之类的，我们就会在这一区。那么我们为了有考量到就是顾客的隐私的部分，我们有3间独立的 VIP 包厢室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，就是独立的，这边是 VIP 特区，大家小心一点。来，镜头正常。是不是很 VIP？ 对，有没有回隐秘？进来就非常好。那起来。那我们现在是自己在这里是吗？好。就是这个是 VIP 包厢，真的是，就是它有一个 VIP 包厢，可以让顾客很安心的在这边好好的放心使用。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很注重隐私，像我都会那个，我回家的时候都会把窗帘拉上来，对，就是怕隔壁邻居会突然这样打扰，所以来到这边可以很安心的这种感觉。你们有没有感觉把门关起来的时候很宁静的？是的，现在你们可以偷懒一下。镜子累不累？啊，累吗？累吗？我们再做10分钟吧。好了，我们聊完秘密了，可以了。这边是我们的镭射室，镭射室一些打一些皮秒啊，或者是音波之类的，我们就会在这边做一个操作。隔壁的话是我们的微整室，像是打一些除皱啊，或者是玻尿酸的填补，对，细纹除皱就是打肉毒，那玻尿酸填补就是凹陷啊之类的，我们就在这边做操作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有 VIP 之外，我们还有多人的包厢，比如说跟一些好朋友啊，或者是姐妹妈妈们来住，我们就是会在这边做护理。哦，跟大家一起做哎。对对对。就会很孤单的感觉。对。按钮可以自己按，对，就可以完全的躺，对不对？也就超级符合人体工学的，是吧？如果你觉得还是就是在美白的过程中想要练习一下身体，你还可以这样子练一下腹肌，真的是。今天来到那个头等舱，跟我们皇家肉毒小熊成为朋友。你好，我是串串李发。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握手，对，因为现在在防疫期间，我们先不握手，我们用拱手代替。我们是比较时尚的一个人，在我们的朋友。
翔夜市的正旁边。对，那我们琪姐是不是长得非常漂亮？谢谢。我跟你讲，她在这边非常有气场，本人她超级正的。我来的时候感觉像26岁，我现在听他们说感觉像22岁，所以光走一圈就已经有这样的效果了。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。谢谢。